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是万恶，你们好久没见了，最近也是没怎么更视频，因为实在是太忙了，我已经3个周末都没有休息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活到现在的。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开几个核弹包。那么其实前一阵子有一波核弹包啊，就是那个黑五的时候，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加班啊，所以想开都开不了啊。今天把之前的那几个核弹包补上。不过呢，其实大家都懂的，很多人都说这个越到核弹包越会调整这个爆率啊。尤其像 EA 这样的公司，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它这个 DDA 什么的那些情况、一些问题。所以说，总之你如果想开包，OK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永远是 EA 在玩你，你没有玩 EA 的份儿啊。所以说，开到什么东西当然是好啊，属于一个锦上添花啊，没开到那是正常。尤其像网友这种非洲酋长啊，所以说把心态摆正啊，心态摆不正最好还是别糟蹋那个钱。那么开包之前，先顺便说一句啊，我刚才在玩游戏，那么这是我刚刚购入的阿罗啊，这个Stage Group Group Stage，所以是 TOGS，对 TOGS，那么这张卡4万块钱搞定，然后用了2场下来，我替换的是原来的那个黑克拉罗夫。我用克拉罗夫本来就是有一点儿玩的性质，因为它那个远射实在是太屌了，我特别希望有那种远射屌的边后卫。但是大家知道的，克拉罗夫其实速度确实有点跟不上啊。那么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很不错的替代品，因为之前那张紫的二罗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只不过还没机会用，本来就想换一换的，结果就有了它，然后用了2场，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稳啊！虽然说现在它甚至连那个忠诚还没有，但是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好。然后说，当然作为个后卫，主要是防守了，防守的话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攻防一体，进攻方面也是非常给力啊！所以说，顺便一提吧，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球员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开包啊，这是我刚刚做那个任务开出来的2个小卡包，咱们作为一个预热吧。先来开一下，然后看看有没有闪光啊？没有闪光，我们直接就过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无所谓啊，其实可以用啊。费安德森其实也是我原来帐下老臣啊，感觉非常不错。这一代没有用过，如果你还在屌丝阵容开荒的阶段，强烈推荐你用一下。虽然我这一代没用过，但应该是错不了啊，还是没有闪光。咱等会儿要是那个开核弹也没有闪光，那真的挺牛逼的。OK，好的，我们今天就来开这个2500绿点的包啊，总共有5个，是所有全是球员，都是闪金球员。这种包理论上还是爆率比较高的，当然它也对位。其实我非常不推荐你开这个包，就是有12个，虽然都是球员，但是只有3个是 rare 的，然后他还要350绿点，我觉得性价比是不高。当然了，说到底还是看你是非是欧啊。所以说，咱们开始。总得开门吧，对吧？30个不开门，那也是有点牛逼的。西班牙的 CB，哎呀！怎么说呢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可能第一次有人走出来，我开18开到现在，不确定是啊，那个丁丁他没走出来，那巴坎布走出来了，第一个包，咱们的第一包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那么这应该是第二个走出来的人，应该能卖点钱，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的，总评高的人都能卖一点，对吧？虽然不是很实用，3万多块钱，收着吧，对吧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不错的。因为82还有几个牛逼的啊，到再之后就呵呵哒了。巴舒亚伊、切尔汉奥卢，第一个包我给他我的水平啊，我的水平给他75分，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包。我是不是给75分有点太苛刻了？对于我们来讲，对不对？可能都是这种货色啊，才是正常。刚才那75，那这个能是多少呢？普通巴坎布。那这个包只能给50分了。第三个包，也就是中间的这个包了啊。能不能来个转折？
来吧，来吧，会是谁呢？我操，这国籍就已经 C 不 Y 了。哎，走出来一个啊！我有汉达了，不好意思。这，我还啊是，我还以为看着像俄罗斯的。我说这扯犊子了，那还可以啊，至少应该又回到咱们。虽然估计卖不了什么钱，我的娘哎！居然来了一个，哎，这肯定买不了什么钱啊！1万多，要不要这么磕碜？1万多，1万5，1万3，我靠！当然，那这个可以给到80分，因为毕竟后面还有个汉达可以卖点钱。这个俄罗斯二 B 都已经就这个今天就已经出现2把了。我只能 quick sell，因为啥呢？因为，我的那个摊位是接近满了，所以我们要给万一我们，哎，对不对？开出个 ST 罗，这也不能赖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到时卖不了，那就哭去吧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本来也没有罗，说的好像你自己有几个罗似的。行啊，罗没开着，开着个罗的队友。哎呦，我的妈耶！OK，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我们立即就来到了今晚的最后一个节目了，最后一个包，看看结果怎么样啊？等会儿可能我们能开几个那个小包，就是中间那个包，我不知道还够不够绿点，能开几个啊？我靠！把海斯特留，还算 OK 吧。没有开门，同志们，你们谁开核弹没开门啊？在底下给我留个言或者发个弹幕啊！我的妈！那我们这种小核弹呢，还可以够开2个啊。那么人总是有贪念的啊，所以说啊，既然难得做一期节目，咱们就开了。唉。我靠！懒得看了，我都。那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呢，最后一个包有时候，哎，突然的会柳暗花明啊，哈哈哈。反正今2017年我不会再开包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。那么我们得到的啊，永远没有。哈哈哈。咱们频道的核心竞争力啊，果然还是一直在啊。就是看比惨啊，就是比惨，就是给你们找自信啊。OK，那么果然是没什么好货。那么今天这期简短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，同志们看了之后你们开心吗？开心的话点个赞，别忘了。那么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